哇，是要来相打的呢？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回我们的网咖模拟器。现在是早上的8:38啊，想必各位已经起床了，因为今天是你们的开学日嘛，开学辛苦了，好吧？我们上班也是颇辛苦的，现在吃个东西，吃个披萨好了，吃个罐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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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根本就是我们肥宅的日常嘛。好，现在钱呢有44,149，比起之前的任何一天都还要多啊，各位，可见我们网咖真的有成功起来。如果你喜欢看这种系列的话呢，也记得先帮我点赞，按个订阅，好让我知道你喜欢哦，也可以帮我分享。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第十天的网咖日常。现在看阿贝卖什么 ？Let's go， 阿贝今天卖 RGB 键盘嘞，耳机我就不要了。滑鼠是好的吗？哎呦，今天有三个都是我们要的，太棒了。我们先打包这个好了。我今天垃圾有点爆多的感觉哦。我们今天可能会把这台换掉了，那东西我先把它放这边好了。那我们先打开。营业喽，营业喽！虽然是开学日哦，但是大家应该还是会想要来打网咖吧？扫起来，扫起来！我们要列队欢迎。大家应该很不想开学吧？毕竟放了这么久的时间了，忽然要叫你上课，有点不习惯。我姐又上个几天之后，你们又要放228连假了，所以其实应该还 OK 啦。欢迎光临啊！哇哇哇！虽然是开学日，但是还是非常多人要来网咖玩。今天三十五到七杯呢，我很希望我们可以自己吃里面的食物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去网咖哦，都爱点牛肉泡面、加蛋或者是什么烩饭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个都很好吃，网咖的泡面都特别的好吃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自从我们装了矿机之后，好像很少看到警察的踪影现身了。我想说，矿机怎么要吃汉堡嘞？那我观众提到说啊，我们上次不是在这边想要装空调给这个厨师吗？但是装不下去，但是有人说可以用电风扇。我们就来试试看，先买个电风扇看行不行得通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评分，3.3 G 还剩9啊，欸，真的很多人厌恶这个18+视频，我们就直接给他买凉一点的啦，好不好？希望他在里面不会冷死。然后主机我们要买嘛，哦，因为那边笔电我们要把它换掉，椅子也要跟着买，这边都是一样的循环啦，哦，然后耳机 monitor R79 下面又多一台顶级的了，是啦。然后先把东西都拿进来，然后等一下趁他要结束，我们就把它卖掉。Okay， 他玩好久哦，他要吃汉堡。这边我们先处理一下，卖掉，卖掉，这个也把它卖掉。慢慢改革，慢慢改革，帅啊！有的人说这样就看不到那个光了，啊，好了，你要看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看到里面的 RGB 是不是？这个其实应该是仿什么雷蛇的，对不对？但它叫 Mazda。OK， 完成，那剩椅子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先跟这个老板买好了，不然过了一天就没了。买这个游戏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像买东西的部分哦，它不能够一次批量买，你一定要一个一个等订购了，然后再可以买下一个。这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。这个我们就先把它拿去二楼，因为我们二楼要开始有新的一个发展了。哎啊，对哦，忘记二楼还要扫垃圾了。那二楼我想说先买街机好了，因为我们比较不用去担心说要去顾啊，要去用食物啊，那个都不会有影响。来啦，厨师我来啦。哎，可以耶。我们装在它上面好了，这样比较凉一点，但也挂洗。好，那我们接机呢，就各都买一台，3.49啦，慢慢又比较高一点点。比特币有没有变多了？哎，是真的哎，你如果在5000多卖，它就会跌到4000多，所以我们要尽量在高一点的时候再卖。好，现在赚的还蛮快，有时候一次，有时候一次跳二，对不对？哇，还蛮多的呢哦。现在来买接机，感觉都买好像比较帅一点点哎，哦，有各式各样的，都买了，反正没差。不要再卖掉就好了，起码让它整个看起来是丰富性高一点点的。那想到要把所有东西都搬上去，就还蛮辛苦的。那其实你看哦，它其实只有一楼，但是却有两个楼层，这很诡异吧？很吊诡吧？来走，有了一台了，先搬一搬好了，先都搬一搬。第二台，第三台，身高够翘嘞。第四台，第五台，哎，钱越来越少了啦。是不是开越大，真的就大家不想来光顾了？99 up 好像算是我早期第一台买街机哦，99种机合在一起的。以前我们在买那个任天堂的卡带，有没有都会买到299合一、399合一，结果里面其实大概只有84款，因为其他只是名字不同，但是都重复的。哇哦，好累哦，光在爬。第八台，各位观众。8台啦，那我们现在都把它摆好，后面明天升了16台给我，是哦，叫不熟呢，先把扫帚盖起来，
你把这边扫一扫，把这边扫一扫。我们等一下这边再买一组电脑好了，这样子慢慢完成。好，太冷的部分我们要开始来解决了。这边还是 25.5， 然后这边有点通 ，very cold。然后大家跟我说，你拿着遥控器对着冷气就没问题，我们试试看，就可以调。搞喷，根本就不行。它那个一哦是什么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就算你没拿遥控器，它还是有一这个项目，它就是把它拿起来，所以它根本不能调啊。可能是手机版的可以吧，我不太晓得。各位放不进去了。对啊，所以不行啊，你们都乱讲，都乱骗人。你看我拿着遥控器，我现在拿一。不行，所以感觉是方位的问题啊。啊，这边还是维持在20几度，都好冷哦，都太冷了。那有人说小房间不用了，那小房间我们可能就把它抽掉好了。所以这个都要解决啊，太冷了，我们就把它抽掉吧。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，所以基本上都不用装了。好，各位卖掉。咻，咻，好，这样子是不是就没问题了？试一下，还在扣的，这个就夸张了，这个可能要等睡觉之后才不会。哎，楼上又变温暖了，这什么鬼啊？有大空间的就要了哈，好不好 ？OK， 先再买一个空间，好不好？这是5还是6，我也不晓得，我们也只能先买5了，卖到600多块，这720，基本上还是有一些折旧率啊，所以应该还 OK 啦，一样再买一台啦。4999最高级的，我们之后再试试看。如果说大家都有在看18+的，然后我们都有买耳机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这样子呢，已经把另外一个新的部分给拿上来了。那我们就让这一个小包厢，我还没买啊，结果我们买的是这个包厢啊，也差不多啦，也差不多。我们就让这个包厢来当这个电脑的包厢，赞哎，这个可以摆好多个哦。如果我们摆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应该可以这边一台，这边一台，这边一台，所以大概可以6台电脑，最好的萤幕给它摆上来，最好的电脑给它放右边，因为大家喜欢看 RGB。OK， 各位完成了，好不好？各位你们来看一下，打扫的工作做得多扎实啊！一上来之后，哇哦！整个大街机，任何类型的你想玩什么都有哦。然后我们还准备了一间 VIP room， 目前只有一台哦。那之后会再陆续新增，这边我希望可以新增个6台，然后另外一个空间呢，也可以再陆续增，毕竟是网咖嘛。那中间的区域，我们可能会再陆续买街机，摆个2排这样之类的，那看起来更多一点点，好不好 ？OK， 准备要下班了 ，Let's go。那我在猜，我们网咖模拟器大概在2到3集左右就会结束了，然后接下来就会展开一个全新的人生哦，为这个网咖模拟器的老板就是我们啦，往另外一条的人生走去，好不好？我们准备关灯 ，Go！ 现在几点了？早上7点了，再不回去睡觉可能来不及了，好不好？先关闭了，哇，只剩下1小时，各位，开学就是这么的忙碌，是吧？要考试。要被老师骂，要被家长打，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哦，捆比较实在一点点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先睡。如果喜欢，9点然后才可以睡觉，骂个蛋，所以我现在不能储存哦。好吧，各位，那不能储存，我们只好再干一天好了。这样子老板会卖东西吗？不会嘛，对嘛？因为我们没有睡觉，你就不能偷东西嘛。那我们就陆续买啦。啊，我们另外一间可以做游戏机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再不满意我也没办法。没有人要来嘞，坏了，玩到变 bug 了。难道我真的要等到9点吗？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啊、哦！一次就来了5个，捧场捧场。哦呦，又来了6个，一次来了11个，超屌的。我们等下这边搬完，我们先去买个东西吃呗。有，各位有了，想把这边摆好。我们第二台顶级的电脑。即将在我们的 VIP 包厢出现了 RGB， 荧幕给它放上来，各位有没有？有没有能呆啦？哇，是不是小帕尼带一群小弟来的感觉啊？而且你看这样都不会有垃圾呢，其实还蛮不错的哦。我们就依序这样子买，反正他们持续未来就会有钱嘛。那我知道好像可以买评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评分假评分啊，就很像有些人直播会买人数一样。哦，来买了。哦，没有卖东西了啦，今天没时间啦，
继续用。我们看今天可不可以把那一间给填满了。我觉得还是要贴一些这种海报，看起来整个会比较更有风格一点点，不然就很单调，就是蓝色墙的，对不对？空缺的地方我们就给它放海报。对，我们说要去吃东西哦。哎，好像不会怎么样哎，它就是一直这样子而已哦，就一直肚子饿，但是好像不会死，不会怎么样啊？鸡皮有没有啊？可能只能四台哦，再一台放不了了。好，完成，各位有没有？你看看，豪华大空间啊！我们还再缺一组，再缺一组，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给弄起来了。这评分是这样，超怪的，质量不便宜，精英之地耶，有不一样的 command 啊！所以你看，真的有差了，他们能够感受到你老板的用心啊。你卖的这些东西哦，真的是有不一样的价格，他们是感受得出来的。好，最后一个耶， yeah， 各位，我们快完成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十点了，大家赶快回家喽！哦，十点这个场所要关闭喽，再不回家没有身份证的，你就要被抓了，你们啊，鸡逼！跳出哦，跳出哦，啊，四台顶规的，哦，什么都是顶级的。终于在二楼诞生了，然后我们这边哦，电动烟海报也都有了，就差前面这间了。那这个这边也是要继续摆满了哦。然后来到楼下这两台是超级顶级的。那目前也把一些冷气给拆掉了，因为会影响到嘛哦，怕他们会觉得太冷这样子。所以不该装的我们就没装了哦，差不多了。还有人，还有人，快快快快快，快滚了快！老子今天要回去睡觉了。如果把门关起来，他出得去吗？我试试看。可以啦，他会开门的。他说你有白痴，我不会开门哦。好吧，各位啊、哦，累了两天了，都没睡觉，这样不行，人会死翘翘。我可爱的床睡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感谢大家收看啦。那我们今天网咖模拟器就到这边做个结束啦。那期盼之后的后续怎么发展，就让我们看看下去吧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喜欢频道也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随时按下小铃铛。最重要，我们下次网咖模拟器。再见喽，拜拜。